信奉邪教、佛教、经教、摩尼教，或者是受这种枢纽的以善印章著称的欧亚大陆的商人、粟特人，对突厥、回鹘等游牧族群文化的历史、政治、宗教信仰及语言文字影响深远。粟特人史诗传说、善言故事、祭祀仪式、乐舞宴饮、迎娶清洁等主题，色彩鲜明、线条优雅的粟特绘画之风，在中亚西米化的建构中有深刻的历史遗迹。随着中亚片克肯特古城遗址粟特壁画的发现，佐证了中亚西米化中粟特传统的浸染。在波斯圣菲尔多西所著的《列王纪》的精华部分，罗斯坦姆叙事首抄本均以西米化烘托波斯勇士。